你现在在哪住呢？啊，在银行还是在地铁呀？在地铁。地铁。就是七号线。没有，我坐一车。地车。一。啊，一车。纸壳屋那里被清了之后，就一直住地铁吗？他们好多睡银行的，冬天地铁冷不冷啊？地铁不冷啊，地铁穿这样子是可以的啊。嗯嗯，换换药又很舒服。你这个伙食怎么处理的？是？啊，就是回来拿饭拿一拿，再晚上再进去做。现在有那个教堂的给吃拿吃的。我们那个教堂是一个礼拜两天，一个礼拜两天给吃的送吃的。这教堂给的东西都挺好的哈，大鱼大肉。哪有？没有吗？我们教堂要吃素，吃素的，没有什么肉。你来美国多长时间了？一二十年。一二十年。来了有没有做工呢？有了，没做空怎么过？哎，做一做就不想做了，就不想做了。我那时候在那边做出去一个月四千多。四千多，怎么最后就不做了呢？没有，等下去赌场就输光了。输光了，不要做。这上班就没意思了。你玩什么？百家乐。嗯。哎呦，老了啦，你跟。年轻的左脚比不上，所以就不要去了。谢谢哈。去赌场赢过大钱没有？有啊，我在芝加哥赢个40几万。四十几万？哎呦，那钱都怎么又输了？哎呀，那个很快的。很快。哪一年赢了四十多万？哪有一年，差不多三个月。三个月？是哪一年？两千年。2015年，哎呀，赢了40多万。那做梦，半个月就输光了。哎呀，那太大了。当时应该，当时的想法是赢个1000万，是吧？哪有赢个1000万？他在就每天早上，我都是每天早上8、9点去。当班上了，压个200-300。哎，那什么月吗？老林啊，嗯，我明天拿5000块钱，你帮我赢点呗。有20000块钱就打点就收工。你没有运气就没，没有运气行不行？赚我了，我拿5000块钱，你帮我是运气嘛？赢了俩人分，输了就算了。怎么就俩人分呢？你帮我打工那是，哦，俩人工，怎么还出俩人分呢？那几个月是运气啊。对啊。你就帮我打工嘛，我拿5000块钱嘛。哎呀，赢了40多万，三个月赢40万。到后面还不是光给他。然后就一直在街上住。没有了，我是后来才来纽约的。哦。我住在芝加哥自己。芝加哥那边怎么样？那边找工比较好找，好找工，也是华人的地下赌场吧？没有，是正规的哈。对，正规的，华人地下赌场没有去，都是赌场啊。芝加哥也有，里边也有3家赌场。我家睡着的嘛，9点钟睡到现在。三点零四以后，我做梦，做梦。他这几天在做梦为止啊。现在有拿失业金什么的吗？没拿。他那个身份都丢了，被人偷了，护照啥的都丢了。对，我不想办，我又不想回去，我办了个干。你是台湾过来的？嗯。他那是坐的航空母舰。F-35。当日到达。有没有想过再搭个纸壳屋啥的？我觉得还是住地铁比较好。有空调是吧？对呀，冬暖夏凉。冬天的时候在街上睡很冷啊。
即使不会的，你那个搭起来里面有被子盖的话，还好哈。可以。后半夜冷不冷？不冷啊。你睡地铁上盖不盖东西啊？没有盖。就是这样睡。对呀。这季节不冷，就是摇来摇去。你刚进去的时候不习惯。但习惯来挺舒服的。对呀。摇篮一样。它不摇你还睡不着。哎呀，有点像坐船一样啊。对呀。它就是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也一下子就睡着。这抽烟不方便，地铁上不让抽烟。可以。啊，地铁上还可以。那也不可以，他们那些黑鬼在那边抽大麻打药了一大堆。地铁上。嗯。哎呦，就是晚上的时候。对。白人黑人都有。都有。你不碰这个东西哈？碰了就麻烦了，碰。